台湾东南西北都有。对对对，而且是来自我们花莲的好朋友，他说希望可以唱出花莲 style， 所以来自我们花莲的路友，路友欢迎。嗨，大家好。嗨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花莲的路友。对，然后今天呢带来的呢是我自己的歌曲，自己的创作。不过听说他很难得可以来参加比赛，因为今天我很担心你没办法出席。我也很担心。你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？实际上我现在正在国军 online。对，赞赞赞。对对对，我是昨天晚上直接跟那个营长说，我隔天。你成绩那么高，就是你直接跳到营长。就刚好跟营长比较熟一点，这样。刚好我在弄厨余的时候，营长刚好骑脚踏车经过，我说营长不好意思，那个我明天10月8号有一个歌唱比赛，已经决赛这样，我有请假还没有消息。他说交给我，然后2个小时之后，连长就叫我说：“哎，你的假单下来，隔天可以出去比赛。”真的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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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希望等一下有很好的，祝你平安平安队伍，祝你平安队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欢迎路友。大笑在身体中，这样做可以爆出雅声。我们就是不一样，但是那又怎样？别笑我讲得太猖狂，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大。我们就是不一样，但是那又怎样？别笑我讲得太猖狂，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大。该怎么说？我们有点像美国黑人，想要出头天，不像只能靠运动跳舞唱歌。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天分，老板经理主管都有可能。如果有天我们到了总统，可能会说呜，他是超人，我们就是不一样。但是那又怎样？别笑我讲得太猖狂，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大。我们就是不一样。但是那又怎样？别笑我讲得太猖狂，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大。 OK。Everybody, it's ready. It's our blood, man. 是刻板印象，是刻板印象，怎么还是没感觉？我以为自己为是，别再抱怨。看人皮肤深口音，不该决定成就的高或低。我就应该。听完以后，你会觉得学不去 copyright。我们就是不一样，但是那又怎样？别笑我讲得太猖狂，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大。我们就是不一样，但是那又怎样？别笑我讲得太猖狂，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还要大。就是那不是不是你的专属秘密，我可以表现给你看。上开心吗？要3000年，我们的传统领域，现在要是去分成文土，征服为了利益，去你的裁判法律，想那是狗屁，比起先来后到，还更有说服力。庆幸主没有生气，不然下一秒钟你人头落地。谢谢，掌声，谢谢罗友。